莲生活佛讲六祖坛经，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莲生活佛讲六祖坛经。佛法的可贵在于不分贫富贵贱，只要用心，每个人都可以明心见性，成就佛果。但是在学习领悟的过程中，还是有大根器与小根器的分别。小根器的人赋予大法，难免就会产生障碍。 那么要怎么做才得当呢？我们赶快来聆听莲生活佛的开示。那么我们今天呢，在谈这个六祖禅经。这个六祖又说，哎，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啊、这个所谓的大根器。 跟这个小根气的问题，因为大根气呢，听闻了、啊，像这个六祖禅经，或者甚至明心见性，他能够清楚明白，也不会有疑惑。但小根气的人呢，就不一定会相信。 啊，甚至于产生了疑惑、诽谤，很多的事情。这个六祖怎么讲呢？接着他是这样子讲的：何以故？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就用一个比喻来讲，比如天龙下雨，以言菩提。 诚意聚落，世界漂流；若飘草叶，若以大海，不增不减。他是六组就讲了这个比喻。他说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你下雨下在我们都市里面，下在我们这个西体里面，它很快它就会流走，流到排水沟里面，呃，流到这个小溪，流到湖，然后流到河，这个雨它就不见了。 在下雨呢，如果是下在大海，你没有看见它增加，也没有看见它减少。像这个八八水灾啊，它下在台湾，下在南部，啊，下在那些山区。 下的很大，那个雨很大。那个 C N N 啊报道，他说，一年的雨量，在一天之间就全部把它下完，那就发生大水灾啊！所有房子都不见了，所有山崩啊，山都崩下来，变成土石流啊！ 那个树林啊，整个都塌下来啊，就像好像在飘这个草，还有那个叶子一样、啊。那人呢，根本都不见了，全部很渺小的，全部就埋掉了。房子就像草叶一样啊，也是被飘走了。 这个就是下在陆地上，跟下在这个弱雨大海。如果这些雨不下在台湾这个宝岛上面，而是下在海，一年的雨，一天把它下在太平洋，它也没什么感觉。 它还是太平洋，不增不增加也不减少，但是下在这个陆地上就不同了，那少了很多的生命，房子也倒了，也飘走了，车子也埋了，这个桥也断了，这个人呐、啊，跟蚂蚁一样。 不知道冲到哪里去，啊！据说有这个人呐、啊，从南投这个走水溪的车子上啊，啊掉到那个走水溪里面，居然飘飘飘飘，啊，飘到宜兰，南投啊，飘到宜兰呐、啊，一共有四百公里。 从外海出去，然后顺着流水漂到这个台湾的北部，啊宜兰，才找到那个尸体。漂了四百公里，那个人真的是像蚂蚁一样的，就是被漂走了。居然被漂了四百公里。我以前常常讲一个笑话 所以有一个任伯切到台湾弘法，他在宜兰弘法。那人家带他去这个，到他的家里面去，看这个风水。看完风水，另外旁边有一个弟子讲，他说：“啊，请这个那、這个任伯切也到我的这个我家来看。那你家在哪里？就在隔壁。” 啊，隔壁啊，就从宜兰开车一直开到南头。就在隔壁啊。那仁波切到最后啊，被累死，啊，他的他死掉的时候诊断是过劳死，过劳死。为什么是隔壁呢？因为同样有一个南嘛，一个是宜兰。 哦，啊,啊他是南头，啊南，跟这个南好像不同日啊，但是声音是一样的。哎、啊，宜然在南头的隔壁，所以这个仁波切就是讲波罗真啊，讲波罗真仁波切，就这样子报销了，然后五十几岁他就报销了。 被弟子累死，过劳死。这个六祖所讲的话是有意义的。所谓阎浮提，就是沙婆世界。这个下雨在沙婆世界，它就水就会漂漂流，漂流。 下在大海，是水根本就不见，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这个比喻呀、啊，大海呀、啊，是大根气，小溪小河是小根气。你看那个小河，一下雨，它河水就。 长那个小溪呀、啊，平时没有水的，一下雨，它水流是很急。那大海呢？再怎么下，它还是大海，不增不减。六指的意思是这样子讲：，所谓大根气，就如同大海。 小根气就如同小溪，不同的，所以明心见性的话，不能随便讲，不能直接讲，因为直接讲啊，有的人受益，有的人受害，像小溪呀，它容纳不了那些雨呀。 那么大的雨下来，它马上它就暴涨，就变成祸害了。 许多人看到别人比自己好，很容易就起了嫉妒心。莲生活佛说：“如果一个修行人也犯了心量狭小的毛病，那是不可能有成就的。到底修行人要具备怎样的心量呢？”我们继续来聆听莲生活佛的开始。其实，小根气也可以讲是小智慧，大根气是大智慧。那么， 我们人呐、啊，在修行当中啊，我举一个例子讲：所谓大根器是有大的容量，大容大量；小根器是心量很狭窄，心量非常的狭窄。我们今天修行人要修成大根器，大容大量。 才是行者。你修行修什么？你要修像大海一样啊，能够容百川呐、啊。世界上的河流全部流到你上面，你都可以容纳、啊。再大的鱼你都可以容纳、啊。这个就是莲妙上师讲的这个忍辱啊。 啊，我常常讲啊，有人随便讲一句话，你就回去就睡不着了。<laughs> yeah, 这个以前我没有修行以前也会，也会的。人家登一篇文章，啊，就指着你，我也会那当那,那天晚上会睡不着，第二天也会睡不着。 第三天我就睡着了，因为实在太累了，<laughs> 他睡不着，太累了，一定最后一天一定睡着。所以失眠的人不要怕，<laughs> 因为你这一天失眠很累，第二天也失眠很累，第三天你就撑不住了，你就睡着，<laughs> 总有睡着的时候。 你不能天天失眠了，天天失眠好像三天四天就不得了了，就很严重的。这个雨呀、啊，下在人间呐、啊，只是小河、小溪、湖、大川、大河，还是小容量。这个雨下在大海啊，就是大容量。 你怎么下都没有关系，啊，师尊啊，修到现现在啊，就是你怎么下都无所谓啊，你管你下什么雨，啊、你要修到这样子，什么原因能让你产生忍辱、明心见性、开悟，你就成了。 六祖开悟的人，他可以讲出很多的道理。我们行者在修行，林妙上次讲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智慧、禅定，他谈到持戒，他也是修行人呢、哦。他持戒呀、啊，就是留之三藏，留之三藏也是印度人。 他从印度来，到了这个，到了中土，啊，达摩祖师后来，那达摩祖师讲的法，吸引了很多人，而牛之山上啊，心里不服气，连续给他下毒，这是什么心呐、啊？这个叫做嫉妒心，吃醋了、啊。 人家比我好，我就吃醋。为什么他比我好？他能力都差我的了，为什么他可以胜过我呢？心里就不舒服。啊，把第一名这个达摩祖师给他干掉，我才是第一名。这种心量，是一个修行人的心量。 修行人的心量就要跟大海一样的，你只要是大容量、大智慧，就很容易禅定，心不散乱。禅定就是心不散乱，就是禅定。你心为什么散乱？因为你有烦恼。你为什么烦恼？因为你小容量。 很简单，就是这样子，很简单讲，这个推推广，你为什么不能禅定？因为你心乱。为什么心乱？因为你有烦恼。为什么烦恼？因为你容不下其他的。你如果如大海一样。 心如大海，心如虚空，很容易禅定，很容易明心见性、开悟，很容易精进。精进就是在修这个了。啊，我们这个开悟的这个圣弟子，又增加一个。 就是联合上师，联合上师、啊。但是我这一次的法会啊，我这一次的一次法会只给一件主衣。这一次的主衣是给这个莲花净伯啊，这一次的主衣是给莲花净伯。 下一次的法会，再给联合上师这个主意大容量的弟子、胜弟子，不要因为有人家有了主一，你就想说：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没有给我？ 要这样子想哦，你是大容量的啊，大给主一的要去恭贺他，而且他是开悟的弟子。我讲了一点，一定要出家，出家才给主一，因为你有了主一啊，大家都要恭敬你，啊，你没有出家。 叫出家人去顶礼你，那个就是反了。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出家才给主义的原因？因为佛佛的制度里面，在家人顶礼出家人是佛制的道理，佛的道理，出家人不应该顶礼在家人的，不应该顶礼在家人的。 但是呢，因为我们有上师名称的，有上师之称呼了，啊，因为他是阿阇黎上师，所以你可以跟你可以顶礼。如果不是阿阇黎上师的，就不可以。他佛教的制度是这样子，那么在密宗里面也有制度，上师阿阇黎是可以的。那么真正的佛智。 在家人可以顶礼出家人，啊，出家人绝不可以顶礼在家人。这个道理要大家懂得。这个修行，六祖已经讲了，修出你的大容量，就是修行。 在今天的空中读书会当中，要与观众朋友们分享的是莲生活佛第两百二十本文集《当代法王答疑惑》这本书里的一篇文章。有人问莲生活佛：烧金纸、纸房子、纸车给往生者有用吗？要烧多少才够呢？莲生活佛回答：莲生活佛说，记得小时候有一个老师在讲课的时候，谈到了烧金纸的故事。 老师说，有一家卖纸的生意不好，于是啊就想出了一个点子。他先叫他的太太假装生病卧床，然后请通灵人来问事。通灵人说：“你的妻子有病，是欠冥府的钱，需要烧金纸补运，这样他的病才会好。”于是纸商就照着通灵人的指示制造了金纸，然后选了一天的日子大烧金纸，引来众人围观。 纸商把金纸全烧了以后，他卧病一个月的妻子马上从床上一跃而起，病全都好了。大家很惊讶，纷纷找纸商制作金纸来烧。纸商就这样赚了很多的钱。后来烧金纸就成了民间的习俗。这是连生活否小学时老师讲的故事，是真是假，值得商榷。 延生活佛后来初见青衣夫人林千代时，每个千王都要烧金纸，一烧一大堆，有的亡魂大包小包提走了，有的亡魂拿不到，因为都给其他人抢走了。于是注明要给谁，要神明守护，免得又给人偷抢去了。青衣夫人烧金纸，这也是事实。延生活佛开始密教的烟供法。 放置香墨，内有印衣、车、房等等小色纸，借由点火燃烧，然后由四臂观音修法加持，布施一切怨亲债主，令一切的怨亲众等得佛法，得衣，得房子，得车，得金银珠宝，欢喜而去。烟供法的殊胜感应，这也是事实。莲生活佛提出了一个重点：有心就有用。 无心是无用，人生是幻，民间也是幻，原是事的作用，不可言真，亦不可言假，一切唯心造。要烧多少金纸呢？唯心而已，烧很多，无心也没有用。现代人主张环保，不可以烧太多的金纸，以免有影响环境。因此，佛菩萨的加持非常的重要，东西少。 却圆满具足一切功德。今天就以这篇文章和大家做分享。节目的最后，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我们特别准备了真实佛法习斋赐福经的手抄本，要免费的送给您。只要完成了抄经，寄回台北中关堂。 是连月金刚上师会在土城的中观闭关中心起见的护魔法会当中为您做祈福回向，希望您所有的祈求皆能灵应圆满达成。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感恩您的收看。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请不要忘了继续收看《莲生活佛讲密宗道次第广论》，我们明天见。